大家好，我是大马曾哥，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。今天我们来到市中心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气的肉骨茶店，叫亚顺肉骨茶茶山市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生意很好，看这边都满了。我们在外面摆的，坐在外面吧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么热，电开了电风扇，还有这么多人。里面都没位置了，我们要坐到外面。哇，这个是两个肉骨茶，一个是麻油鸡啊，这个大份的，蘸这个小米辣、大蒜，喝汤，肉拿来蘸。都吃完了，都吃光了哈，吃完三碗大碗。剩下里面还一块鸡肉。吃完了，麻油鸡、肉骨茶都吃完了。再喝喝茶解解腻。我今天吃了，我要吃了一碗半两碗。